今天要介绍的物件呢是龙猫公车，其实它是不太好列印的。我们从底部来看呢，虽然它有一些小平面可以当底座，但是由于这些小平面很小，而且又是分开的，所以在列印的过程有可能会产生拉料，可能在往上堆垒的时候，有一些地方会被拉开来，像这里就有一点点翘曲的情形。那这样子呢，我建议在列印的时候呢，底部呢可以开一下裙边。你可以开个10层或20层，我印象中我这个是开到40层，因为我怕它整个会翘曲，会导致第一层的失败。那之后呢，都很顺利的堆叠起来。那我这边也是开了一点点的支撑，我的角度是把它设定在75度，让它一些地方可以做支撑。那印起来呢是还蛮 OK 的，上色的部分呢也是不太好做处理的。第一个是它牙齿的部分呢，要用比较细的工具来把它做描绘。再来呢，它身上的老鼠是相对比较小的特征，也是不太好去做涂的动作。那最后呢是身上比较颜色比较深的这个毛，它因为它必须要用笔涂的一些笔尖的技巧，稍微把它描绘勾绘出来，让它呈现一种，有一个毛的感觉，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不太好去做表现的。